秋水暮暮朝朝，一尘一身妖气如丝。我担心你出什么纰漏。字还是那么丑。怎么都老夫老妻了？混蛋，你变回来了你不跟我说，耍得很好玩是吧？公主，公主还是开门吧，再久些怕是会传出不利于八哥的流言。无论是什么流言我都能替他扛着，若公主还不开门，末将只能自己开了。既然公主未查出什么差池，那末将就先带八哥回去了。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能走。公主应该知道，既然无理由退婚，那婚前就不能再见新郎，否则犯了大忌还需向皇上请罪，这样的罪名公主担得起，我们墨家可担不起。这偷偷跑出来夜探男子闺房还挺刺激的。程程，唐儿，你真是出息了，这次居然维持了这么长时间。你更出息了，还会开门撬锁。嗯，小公子明眸皓齿，秀色可餐呐。大胆，欲拒还迎，莫不是故意撩拨本公主的心弦？燕真间抢我的东西，现在该还了。还什么？你都是我的，我还给你，不还是我的？秋水暮暮朝朝，一尘一身妖气如丝爱恋，只是凄冷怎能让你知道，情书里解然后。你能不能别总在节骨眼上犯病？你既然又每次一见他便行为不由自己，难道是他施展了什么妖术？不就是接个吻吗？咱俩孩子都有了，接吻就是个毛毛雨嘛。孩子？你不信是吧？你左腿的大腿根上是不是有颗痣？一定是买通燕真间，肆意偷看她。身为公主，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你，你，哎呀！闹了半天，全都是我的错了呗？真是个甩锅王。